Mary Sarah Cabot Echo 昵称 Alice， 也被称为棒糖妹，就读于曼谷大学国际学院。她外表可爱，皮肤白嫩，身材火辣，目前是泰国知名网红模特，泰国十大话题美女。除了日常拍摄，她偶尔也会做做网络直播，并且还为几款手机游戏做过修购，时常在 INS 分享各自卖萌私照。而至于妹子的特点嘛，显而易见，童颜巨乳的她拥有堪比虎牙妹的超犯规身材，但脸蛋还是要比虎牙妹好看一些的。难道泰国的妹子都这么美这么凶吗？看过照片，也有网友对此表示担忧，她胸前的负担好重啊。